下台他可就没了。太好了，咱们俩就剩一个快板兜，好，一会儿他们就得成垃圾。那咱们闲言少叙，打板就唱。你是先放词儿，咱们出板儿饭打的，想的跟咱们想的那种效果，应该打完板儿的就得巨爆炸，没有这个，他们没有那么好骗的，真的。出板儿慢打响叮当，表一表英雄好汉二郎，二武松学拳的跟这个少林寺论武艺，刀枪棍棒练得强。他专门爱管不平事，这除暴安良走四方。说这一天二武松闲暇没有事儿，回到家见了他的哥哥武大郎。哥哥，我听说洞岳庙这起了会，兄弟我要在那会上去逛逛。武大郎闻听见兄弟要改会，一把手抓住了手腕，开了枪啊！我说兄弟呀，啊，先别使劲哦。我说兄弟呀，你千万别提去赶会啊！你一赶会，哥哥我这替你心发慌。这个洞岳庙原先叫做洞岳庙，现如今成了一个阎王堂。原先是张家当会首，现如今李家的恶霸五虎逞霸强。这个老大金枪叫李贵，老二花刀叫李刚，老三外号铁赵李，这个老四外号不落他。这个瞎小五生就的半拉鼻子一只眼，人送他的外号瞎胖子。这哥五个不入账，他们常在会上抢姑娘，抢完了回家就拜堂，这个拜天堂拜地堂，人家的妈妈上门找闺女，怕拉手就叫丈母娘，人家可是若想把他靠，他们人家拦在了大路上，他们人家拦在了中途路，一刀把他人家大开膛。要我说兄弟你就算了吧，算了吧，千万别找这个不顺吧。武大郎从头至尾讲一遍，气坏了英雄好汉武二郎。哥哥，我今天偏要去到东岳庙，我偏要到这个会上去逛逛，我看看他怎么一个进刀叫李贵呀，什么样的花刀叫李刚，怎么编的铁罩里他干什么用的不漏汤。我找着这个李小五，我天天看这个像嚣张。武大郎一把没抓住，二武松打了个箭步出了庄，迈开着大步朝前走，眼前就来在了会场上。嘿，这个大会真热闹，坐摆坐卖赖嚷嚷，这边吆喝烙馅饼，这边吆喝胡辣汤，这边就喊羊肉包子新出劲儿，这边就喊面条合了过水凉，这边说喝酒吗？有炒菜里边请，这边说花生瓜子萝卜肠嘞。这个顾一棚子吆喝着卖，倒山马戏赖嚷嚷。二武松这里边刚站稳，有打对过。就来了一只眼儿的小炮仗。别看这小子长得丑，他可穿着带子可真漂亮，羊肉的大褂半配着，白骡子的小褂露着胸膛，白骡子的裤子卷着裤腿大拉着，福子捋的断鞋一双，手里边拿着个白纸扇，一边呼着扇着凉，就这模样就来着。这个夏小五他敢会，是男人群里他不去，专门净找女人儿。大姑娘说话他就说话，小媳妇说话他也大腔，
他瞧瞧这个小媳妇儿，嗯，你可长得够漂亮的啊！就看看这个大姑娘，对，这几个长得也够水亮的，不是？他瞧惯了这个，瞧那个，要打对过就来了一个大姑娘，这个姑娘长得可是真漂亮，生就的上宽下窄的瓜子脸，尖尖的下颌高鼻梁，大大的眼睛，小小的口说话都不见嘴逛荡，元宝的耳朵分左右，雪白的脸蛋红腮班，大说不过18岁，小说17也相当，夏小五越看越爱看，走着前拉着手棍开了枪，妞你赶回来了啊！啊，赶回你不嫌闷得慌？你可不，咱俩到饭馆喝四两，你怎么那么愿意？你要不喝也不饿，走，咱们两个家里去拜堂，来拜天堂，拜地堂，咱们俩人呐，就好比织女碰牛郎了。哎您说有一只眼儿的牛郎吗？这个夏小五，他这拉着姑娘就要走，在一旁气坏的英雄好汉武二郎，这一桩事情我再不管，我这肚子就要憋成疮。想到这儿，用手一指，高声喊：“对，叫一声李家的瞎炮仗！”二武松一喊，霹雷响，惊动了小五瞎炮仗。这哪打雷了？这是啊？这谁？呀，这个人可长得这么长啊！他见武松身高足有1丈8，膀大腰圆有力量，脑袋瓜子塞麦斗，他那俩眼一瞪赛过铃铛，他的胳膊好像房上的铃，他的拳头好像大油的夯，他的8丈足有簸箕大手，石头不得抡棒槌长。我说。大个子，来！要赶会去赶你的会，不要在这里找这个不顺当。武松说：“我生来有一个怪脾气，专门爱找不顺当。你赶会为什么男人群里你不去，专门净找女人儿？”我生来就爱赶一个老娘们会。老爷们群里我嫌挤得慌。放屁！怕挤你不该来赶会，你不会坐在你们家的炕头上。大个子，你这个人嘴怎么这么臭啊？哼，你的嘴里也没麝香。大个子，我的闲事儿你可管不了啊！你也爱管这一桩。说大个子，打刚才你是张口闭口仗一个爷爷辈儿，你上去个孙子让谁当啊？我生来就是爷爷辈儿，剩下个孙子叫你当。你要当了两巴掌，不当我揍你2巴掌。大个子，今天咱俩得打。打，谁要不打骂他娘啊！眼睁睁就是一场战，明年封箱在街上。